台湾媒体报道，因太阳的后裔定情的双宋 CP 宋仲基、宋慧乔今31日将在首尔新罗饭店举办世纪婚礼，虽然是非公开，仍受到外界高度关注，不少媒体也守在现场，希望能拍到独家画面，但低调的小俩口婚前已谢绝媒体采访，并提出四不原则，对婚礼保密到家。双宋在演艺圈拥有好人缘，但对婚礼相当低调，仅邀请250名亲朋好友参加，也不接受厂商赞助。婚礼歌手由乔妹闺蜜易珠贤担任，宋仲基则请圈外好友主持婚礼，李光洙和刘亚仁将朗读信件祝福，朴宝剑将弹奏钢琴，而小俩口婚前也强调不开记者会，不开放拍摄，不搭拍照墙，不提供采访空间，维持一贯低调风格。不过他们将在首尔新罗饭店完婚，选择韩国明星御用的迎宾馆，昨天工作人员也陆续在整理会场迎接这场世纪婚礼。